第三十二代龙树尊者，西天十四代，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圣，精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记曰：“为明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。于法心不正，无恬亦无喜。”